帮助别人，好的榜样不能不做，别人不肯做的我要做，绝不能为自己。儒家《礼记·去礼》里面教导我们，安安而能谦呐。这是什么？你有福报，你身也安，心也安，你的日子可以过得很舒服很自在，别人有痛苦，我就要舍弃自己的安居。为苦难人去奔波啊，不能说我自己这个生活环境非常安逸的时候，我为什么要舍弃？我为什么过这些苦日子？过这个苦日子，人家听我教导，那还好啊；不听教导，那我不就冤枉吗？人家听要教，不听也要教。什么样的苦难，什么样的折磨都要受。舍己为人呢？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。那么你的果报，这是舍利贪欲。也就是舍弃自己的安乐。我们这个五种自在里第一种三业自在。三业是身与意。身无病，身自在。口业清净，意业充满智慧，不生烦恼，这三业自在，诸根具足，身体健康，没有缺陷。这个是第一等的福报，佛家讲的清福啊，就是这八个字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明天再跟诸位讲第二个自在，财无自在。有求必应。